大家好，我是文松，我还是那个我，依然爱你们，么么哒。刺激，又回来了。这个舞台呢，是见证了我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次我要带我的师兄弟一起上这个舞台，这个担子呢虽然大，虽然重，但是呢我一定要顶着压力依然往前上。我们二人转演员呢，就是需要接地气，用我们简单的方式来逗笑观众。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回归自己，认真搞笑。是娇娇老师吗？喂，我是杨导啊。我们呢打劫的那场戏已经定了，就在欢乐超市拍。对对对，好啊，你马上到了是不是？啊，在飞机上呢。飞机上能打电话吗？啊，好好，那我等您啊。好，你这活儿多难干。哎呀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简单地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剧组的副导演，我们想在这儿拍一场戏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？不行。哎，这样啊，咱们俩呀做个交换，我们呢在你这儿拍一场戏，然后戏里边呢我给你物色个角色，保证让你一炮走红。行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干哪了？这是我刚刚从香港坐飞机回到这里。哇哦，回了好久啊，好堵机哦。喂，堵机？你确定坐的是飞机不是拖拉机啊？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，演劫匪那个演员呢现在还没到，你得等一会儿啊。Oh my god， 那怎么可以？我怎么可以等群众演员？不可以耶！这场戏删了，不拍了。干啥呀，大哥？干啥呀？你坐一宿火车来的？就30块钱来演一场戏，你装什么港台腔啊？是是。告诉你，一会儿演劫匪那个演员到了之后，你们俩把台词对好，把戏走好。我们旁边那场戏拍完，过来就拍你俩，不走戏了。哦。好嘞，老板娘，那边那场戏咱先拍了，走吧。告诉你啊，如果丢一个瓜子儿，这场戏就删他。走。啊，时间都还不到呢。别走。哇哦，来得好快哦，又好专业哦。打劫别废话，不钱啥的拿出来。住手。哎，这个帅，这个坏心。放开那个女孩，你要干什么？打劫。哼，我也是。你们两个搞什么？不是说来一个吗？为什么来了两个？那你们两个这个活要定一下了，看看到底谁干。 OK， 行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俺俩定一下。过来。万万没想到啊，头一次出来干活碰着同行了。哼，我也是。小小年纪你不学点好呢啊，有点正能量，你说你过来抢劫，呸，不要脸。
你也是。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不磨磨唧唧的，快一点定下来呀，快一点呢。闭嘴，你一个被抢的你还着急了，你坐着等一会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专业的。哼，谁不是？你知道我刚才跟你对峙的同时，我已经在货架上把活都干完了。让你看看我这兜里都是什么玩意儿。什么叫速冻？鸡爪子、辣条、榨菜、火腿肠、卤蛋、口香糖，一刹那全到手，都是我爱吃的。一样不少，我也是。拿去自己兑。万万没想到你也是个高手，是不是？但是得分个先来后到，我肚子大，我肚子夸先进来的。我还说我腿长呢，是我腿先进来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腿进来？哎，我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。啊！啊啊！哎呀！啊，腰折了，腰折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别想走啊！你这小子，你赶紧给我拿钱！哎呀，要不然我报警！我告诉你啊！哎呀，碰瓷儿吧！啊！那好，那个，我先领你去医院，咱们先把病看了，回来呢，咱们再定这个活谁抢，好不好？那也行。那，走吧。菲利亚！你老动什么？你松手，松开，松开行不行？你给我松开！你干什么玩意儿？干什么玩意儿？我的老婆，我对不起你。起来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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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人还对我实行暴力。能不能起来？万万没想到，咱俩的套路一模一样。你师父是谁？我师父说出来吓死你，他就是抢遍五湖四海，偷遍四面八方，人送外号田大坑。万万没想到你是我爸徒弟。拿出证据来。万没想到啊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把我们一家人冲散了。你俩演《三国演义》呢？啊，这是打劫，不是劫业。你把嘴给我闭上！你能不能给我和我哥一分钟时间，让我俩聚聚？我就给你们一分钟，看你们能搞出什么。弟，既然咱俩是一家人，这活儿给你了，我走。哥，本来就是你先到的，这个活还是你抢吧。我走。弟，我走。哥，还是我走吧，我钱多。弟，啊，必须我走。我走好了。你们两个是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？嗯，把刀捡起来。既然做劫匪，过来，坐在那里，把刀架在被害者的脖子上，目露凶光。凶一点，然后粗鲁地吼出来。嘿呀，粗鲁一点吼出来。嘿，用力一点。嘿，嘿。
呀。你干啥打人你？啊，哥，我给你爹丢脸了。那个，杨导，你终于来了，那你看看这到底怎么进行嘛？这俩演员你找的？一看就是你找的人喽。笑话，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我找那个演员呢，半道出车祸了，住院了，来不了了，这场戏删了。那他俩是谁呀？你俩干啥的？打劫的。我也是。呀。那他俩就是打劫的呗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哎，别闹！哎呀！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兜里啊一分钱没有，咱们这样，咱做个交换，交换完了就有钱了。交换啊！一二三，换！哎呀，拿钱！哎呀，拿钱！哎呀，拿钱！不是，你们理解错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呀是剧组的副导演。我们呢正准备在这拍一场他被打劫的戏，我看你们俩正合适。哥，这活好啊，关键没有风险。万万没想到咱哥俩要出名了。能演吗？那演。这段戏的意思就是你们俩同时打劫了一位女店员。开始。坐下。哇呀！打劫！哼！你好，我也是。戏特别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们俩发现这个女店员长得特别漂亮，你们俩对她产生了爱意。时候，你们俩的内心发生了变化，互相之间产生了仇恨。敢跟我抢女人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也没想到，你也是。废话少说，决斗吧！无敌夺命锁，我也是。哎呀！来呀！说谁？好，来呀！哎，这个时候你们俩尝试着站起来，站不起来。为什么？死扣。漂亮，这场戏加的特别好。这个时候，女演员拿出了手机，拨打了110。来呀！喂，你好，110，这里有两个计死扣。什么玩意儿计死扣？你好，警察同志，这里是欢乐超市，有两个劫匪正在打劫，但是现在已经被控制住了，不是我控制的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控制住了。死扣，死扣啊！快跑，死扣！哥，啊，咱俩是不是上当了？不可能，这不演戏呢吗？挺好，这回是文松带队了是吧？嗯，当爸爸了是吧？对，当爸爸了。孩子多大了？7个半月。哟，7个半月，正好玩的时候啊。嗯，说实话。我第一眼看见我孩子的时候，哎，我终于确定了我的性别。啊，对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还以为你是男的呢啊！又骗人啊！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郭老师，您是怎么就教育儿子的？就是比如说郭麒麟，嗯，是你的儿子，
是啊，确定了啊，对，就是想问一下，就是您的儿子如果不听话了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我们家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家庭，郭麒麟的童年可以用悲惨来形容。我们家里徒弟多，大批的徒弟是跟在家里住，都十几岁在家里边，郭麒麟五六岁他们在一块儿，有什么吃的先记着外人，有什么错一定骂他。他说的确实对，这就别跟别人说了，我这样。他是在这种状况下成长起来的，当时你说自己亲儿子能不心疼吗？那我的原则就是，我把他骂透了，远比他出去被别人骂我更踏实一些，所以这个不太适合别人啊。谢谢文松。在之前的喜剧人的舞台上，他们呈现了很多好节目，你比如说什么《后宫甄嬛传》呐，《四大才子》啊。那么今天带来什么惊喜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掌声有请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团队。这一场呢，对我们很关键，因为我们呢也在悬崖的边缘。因为这边呢要拍戏，我现在最大的焦虑呢就是时间不够用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挺住，现在有点挺不住。台上作为喜剧人，能让你们哈哈大笑；台下，我就想找点时间把瞌睡好好睡一觉。这个舞台呢，瞬息万变。如果他们这一期使出全力的话，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危险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也会使出我们的大招。鸟语花香，大场面啊！太过分了！自从老爷病重，这两个姑爷一次都没来看过，真是让我太伤心了。管家，你为何下跪？夫人没骂我呀。起来吧，没说你。夫人息怒，你放心。奴家已经把你最心爱的两只信鸽大公子和二公子放飞送信儿去了。这两个姑爷都不如你们这两个下人孝顺。谁说的？等了好久终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。岳父大人说走你就走了，翡翠西瓜到底你留给了谁？我的妈呀，我的妈，给我闭嘴！你岳父是得了重病还没走呢，你在这嚎什么嚎？哎呀，岳母大人息怒，小旭得到的消息好像是不准呢。这个信鸽亲口跟我说的，说岳父大人已经走了，一气之下我把他烤了，你尝尝。夫人，还把大公子给烤了，这也没烤熟啊。我的儿啊。夫人你别伤心，虽然大公子没了，咱们不是还有二公子呢吗？对，在我这儿呢。哎呦，行了，这回行了，这回可发挥出来。我的岳父大人，岳父，翡翠西瓜你给谁了？我的岳母呀！岳母，岳父走得这么急，是不是把翡翠西瓜留给我了？那我可拿走了。你给我听，你岳父还没走呢，你就惦记他的财宝。没走，哇！哎，那他怎么会乱送消息呢？就是他的错，我就知道他送假消息，提前就被我烤了。我还放了点孜然。夫人，他把二公子给烤了，这个也太香了。家门不幸。家门不幸啊！夫人，
这不是二妹夫吗？是不是奔着这个翡翠西瓜来的？呀呀呀，你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吧？我们是知己。告诉你，你呀就别打这个翡翠西瓜的主意了，我已经买通了管家，岳父大人已经写好了遗嘱，这个翡翠西瓜留给我了。管家，把遗嘱给我吧。等了这里，二姑爷，遗嘱在这儿呢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啊，我早就猜到了，所以我提前给管家买了一辆马车。没错，还是敞篷的。没了，翡翠西瓜这回是我的了。你你高兴的太早了，你撕的那个那是个复印件啊，那是假的。真是假的？告诉你，真的遗嘱在我的心腹丫鬟手里呢。给我。等着好运来来。二姑爷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啊，我早就猜到了。我就知道是这样，所以我也给丫鬟买了一套房子。二姑爷宠我，给我买的房子有四个卫生间呢。遗嘱这回没了吧？嗯，我这里也有一份遗嘱，上边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回翡翠西瓜是我的了吧？你你高兴得太早了，你这份遗嘱没有岳父的盖章，那就是一张废纸。我都猜到了。我已经提前让丫鬟到岳父的房间把那个印章偷回来了，呈上。没错，只要盖上这个印章，遗嘱生效，翡翠西瓜就是我的了。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我已经让管家提前把印章换了，那上边是一只小乌龟。二姑爷，哎，你就给我买个破车，大姑爷已经给我买了八匹宝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二姑爷，我早就知道是这样，我都已经猜到了。全是反转。所以我已经提前把岳父的遗言都录好了，娇娇给他放一下，供他们欣赏。是，继承我翡翠西瓜的人是你高兴得太早了，你忘了我是干啥的了？我是吹喇叭的。你录音的时候我就在你楼下，我给你伴奏来的。打的啦滴答滴答的啦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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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解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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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啊！这是！解放！解放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姐夫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但是我已经猜到了，你想去官府去告我，
我告诉你，这个屋子所有的门全部被我封死了，我看你哪里跑。这是如何是好啊？他高兴得太早了。你锁了一道门，我为你开了一扇窗。二姑爷，这怎么办呢？你开了一扇窗，我给你安上了铁栏杆。这你高兴太早了。我已经把铁栏杆换成了皮筋儿。哎呀，等着官府抓你吧。哦，再见大姑爷。这可是六楼，跳下去摔死你。摔死你大姑爷，那如何是好？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我已经提前在这安好了滑梯，别说六楼，十六楼都没事。再见，走你。哎，大姑爷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二姑爷怎么办？告发咱们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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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被我猜到了。我早知道是这样，所以我已经把滑梯的方向改到了这里。恭喜恭喜。哎，这庆祝啊，庆祝。恭喜大姑爷归队。哎呀妈呀，我都飘了。大姑爷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啊。大姑爷，这样吧，奴才有一计，这个西瓜把它一分为二，你们俩一人一半，不就结了吗？这个行啊，同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求斧子去，好，把他给我劈开。你动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你们这个两个不孝的东西，我跟你说，我你高兴太早了，我早就想到了。我跟你说，为了你不孝我，我就今天试验去。你们现在既然敢，我有，哎呦，我斧子劈我！我告诉你们，想到这个媳妇，你门都没有！今天不要你劈我，你们试试。老爷，我和丫鬟配合的怎么样？完美。西瓜爸爸单独受我一拜。滚！欠儿不欠儿啊？告诉你，想得到翡翠西瓜门都没有。爷爷爷，什么情况啊？岳父大人呐，你这一辈子就俩女儿，一个嫁给他，一个嫁给了我，那算你点儿背。告诉你，将来你老了，有个马高凳短了，不还得指望我们俩养活你吗？啊，这翡翠西瓜不给我俩，给谁？你说给谁？我告诉你，就你俩这不孝的东西，根本就指不望你。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万万没想到吧？我还有个儿子。啊？哇！啊？他说啥？有个儿子。儿子，来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偶像的姐。就这小样的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，收拾他都不用我伸手。二妹夫，打他！呀！未老先衰的小儿童，出招吧！呀！哈！我父亲早就猜到了，所以我提前学会了武功。哎呀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！一二，岳母！岳母啊，岳母啊，这可出大事了！我老丈人也不知道搁哪整个小孩，说是他儿子，是你生的吗？啊，这事谁能信？哎呦我的妈，这事我一说都磕碜，真的太磕碜了。老爷，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什么情况？夫人息怒，这个孩子是个孤儿，特别的可怜，我就把他收为义子。俩姑爷，西瓜你俩是拿不走了，但是为父今天送给你俩一句话，说这百善孝为先，记着啊，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。
灯，你再说一遍。什么情况？西瓜是我的，我真的，我真的，儿子，儿子，我真的。干啥呢？儿子，干嘛呢？爸爸，妈妈，你快说，西瓜你抢到了吗？还用说吗？你爸一身的本领，西瓜呀都拿家去了，是咱们的。哎呦，这我可放心了。等我长大以后，我一定到你那儿去抢。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去你那里去抢。爹，岳父大人呐，孩子一句话呀，点醒我了。我也想明白了，这个翡翠西瓜呀，我不要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孝顺你。我养你老，记住了，以后呀要孝敬老爷，也要孝敬爸爸。西瓜咱不要了啊。好了，也别说你的了，也别说他的了，至于是谁的，我心里有数。来，分西瓜。来，孩子，来来来来，一人一块，来一个，都好，来来来，给我一块，来来。我早就猜到。上一周我记得应该是排在第三，是吧？嗯。今天有没有一个预期的推算呢？今天我估计啊，那就看你们的啦。这个你猜到了吗？听说你现在拍着戏呢，是吧？累不累啊？累也值得，因为这个舞台需要那份开心，所以呢，我要站在这里，我要坚持下去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，爱我们，谢谢你们。希望你们取得好成绩，稍事休息，待会儿再聊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来了。掌声有请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团队。炸了啊！少给文松点镜头，哎，都给我们。哎呦，这天，怎么了？停！停！停！没完了是吧？这是健身房，不是舞厅，跳什么舞？成天。来，到咱们的了啊！好，做好准备。哎，开始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。经理，干啥呢？啊，干啥呢？健身呢？我看你是犯贱。你平时你也不跳舞，今天怎么还跳上舞了呢？是啊，你看把我这些姐妹们吓的。不害怕啊，今天咱们课不上了，回去休息吧，跟经理说声再见。经理再见。再见。不是，我一说田大腾，你干啥呢你？啊？你不去那边教器械，你跳的哪门子舞啊你啊？这么欠，这么欠。呸。欠就欠，不是，他俩是谁呀？学员。学员？不，怎么我这么不认识这俩学员呢？你俩办卡了吗？妈呀，不办卡，上这来偷艺来了，偷艺呀！不是，
姐夫，你不说让我俩给你捧场吗？怎么还办卡了呢？不是那个姐夫要办卡，花钱俺们就不练了。这不练了，走吧。别走啊！你俩走了，我不更没人了吗？没有人，咱怎么？你那啥，你等会儿你把俺们打车钱先给报了。一天呢，干啥不行那伙的。你俩过来，嗯，把你姐叫来啊。嗯啊，陪你玩一天。田大鹏，我发现你怎么事儿啊？啊？你办的是啥事还早托啊？啊，你以前不那么多学员的吗？学员不都没了吗？自从他来之后才来一个礼拜，你说给我闲的，原来腹肌8块，现在就1大块。你说你，我现在越瞅他越别扭啊。经理，你这都凭啥呀？还凭啥啊？实力，你实力你怎么跟我比呀？你还实力，跟我俩比实力？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啊，全国健美冠军、游泳冠军、跆拳道冠军、散打冠军，对不对？诗朗诵冠军。我看你是不要脸冠军，那腿抖什么呀？抖腿锦标赛你也冠军呐？你俩也别吵了啊，比试一下就完了呗。我跟他没有可比性。啊，跟我他能比啥？来看看这个，能玩不？看看，嘿，好。大坑啊，啊，就是以后我老婆要是找这个健身教练的话，我也找他。为啥呀？为啥？你没看见刚才的动作吗？嘿呀嘿嘿，安全。安全那行啊，那以后我也那么教呗。那玩意儿谁不会呀？哼。还有完没完了？啊，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就说一个最公正的话啊，田大坑，你这个呀叫恶心。经理，你就惯着他吧啊，还把你媳妇放他那放心，就他这娘们唧唧的样，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。我告诉你，田大坑，我有女朋友。你可别吹了，你怎么不信我话？阿松、啊，我告诉你，阿松啊。阿松啊，亲爱的、啊、我来接你下班了。阿松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正是时候。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。是你？是你？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。这干啥呢？这亲爱的、啊，你们两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那个，我不误会，这我也看明白了。哎，穿这个情侣装啊，那是正好赶上就是巧合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。哎呀，这房间的空调开得太热了，谁打的？这打这么高，我真的有一点受不了。里边也一样，嗯。我爱你，亲爱的。天哪，这件衣服其实是爆款，我今天好多人穿呢，这是我想给你买的，宝贝。亲爱的，没什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俩是不是真的认识？妈
my god！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，只不过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。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，对吧，田大坑？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宝贝儿，哎呀，你来了！哎呀妈呀！听说有人抢你学员呢。哎，这功力！你放下吧，累吧，你太累了。忘了，谁呀？他。是你。是你。亲爱的，嗨，怎么你们俩熟吗？不认识。那这个，我看明白了，他俩不可能认识。这个穿这个情侣装啊，那也是巧合。妈呀，这里怎么这么热呢？太热了。哎呀，太冷了。亲爱的，你再说不认识我就不相信了。对，认识，我俩以前同事在一个健身房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喝多那天？你这样啊，你们站半天了，我给你拿点水行吗？那个你们想喝啥？可乐、雪碧、矿泉水。不要，我不渴。不要这样。那个，亲爱的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些，咱们两个人是最有默契的。来来，听我说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你看多有默契，太有默契了。老婆，早餐吃的啥？油条。这我彻底蒙圈了啊！这回啥？你们愿意喝啥？你自己拿。来来，跟我来了，自己拿吧。来来，喝啥？来来来，我这到冰箱来来，来四个拿吧，快来来。亲爱的。啊。sorry， 这喊你，我在这儿呢。我在这儿，可乐，矿泉水。其实，我想喝可乐。其实，我想喝矿泉水。大哥，不用换了，不用换了。宝贝儿，你给的就是最好的。你给的就是我想要的。你们两对啊都是真心相爱的，其实啊都是怕彼此伤害对方。人活着一辈子，其实啊就是讲究的真情、理解和包容。行了，现在呀正好是全民健身，咱们俱乐部的所有小伙伴们，哎，都出来，来，哎，妹妹们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来，咱们今天咱们一起动起来，嗨起来啊！太火了！
哎，峰哥，干嘛呢？拍戏，刚收工吗？咱们第三期的排名呢是第四，特别棒。但是分数差的呢不是那么太多。第四期呢涉及到淘汰赛，你要是那边什么时候能杀青，赶紧呢赶到北京，咱们一起排练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坐。今天是淘汰赛，上期我们排名是第四名，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边界，所以这一期呢，我准备了一个跨度比较大的作品。你家必须得神秘的感觉，峰哥，来，快点来，快点，快点来，马上就快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不对，他不能离太远，因为得照顾天赐。我在喜剧人的舞台上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尝试，今天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次赌博，不成功变成人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公海的一艘游轮上，几个曾经的好兄弟，一场用心良苦的聚会，拯救了一个人，还是一个家庭。来了，gentlemen， 欢迎大家来到公海，参加这一届的赌王争霸赛。拍拍手 ，Come on， 给，来，呼。至今为止，还剩下三位选手，分别是赌神、赌圣跟赌侠。江湖传说，这三位还是师兄弟的关系。下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位，他的名字叫赌神。传说中，他的一个眼神可以迷倒万千少妇。又有一传说说他从来就没睁过眼睛，到底哪个传说是真？有请赌神阿诺斯瓦金毛。哇哦，赌神，我终于看见你了，赌神。今天来到这儿，你有什么绝活表演给大家吗？我不信绝活，信运气。什么意思？这儿有两个苍蝇，代表着什么寓意？寓意就是一定赢。苍蝇在屁股上，那是一定赢个屁。下面这位出场的选手，听，他来了，他就是赌圣杰森斯坦峰。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？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。啊，阿芳今天来比赛，赢钱要赢一麻袋。好，赢钱要赢一麻袋呀，没有掌声挺奇怪。漂亮。大家期待已久的，传说当中，凡是跟他赌过的人，都发家致富了。他从来没赢过，他就是我们的赌侠詹姆史泰松。什么绝活给大家展示一下吗？徒
扑克牌。难道说这传说当中的隔空取牌吗？把牌抛向高空，用两根手指抓出四张 ace。哇哦！耶呼！漂亮！手法太快了，行了，拉倒吧。哥，你对这个赌王的称号有没有信心把他拿下？我今天的口号就是，要么成赌王，要么死亡。多大的决心！行了，哎哎，行了，拉倒吧，来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选手入场。点抓紧时间好不好？能不能快点？快点来！我这不赶路呢吗？这俩人都等你呢，快点！三弟，别来无恙啊！哼，你怎么跟谁赌博都能让人家发家致富？啥时候你输大哥点呢？我这不来了吗？这次这钱又是借的吧？我哪次不是借的？但是这次我没借来，我把房子卖了，老婆孩子都不顾了，少废话。行，玩什么？说吧。玩扑克。不行，扑克是你的强项，还是玩骰子？你那骰子都包浆了，我先埋汰。玩扑克。玩骰子。玩扑克。玩骰子。扑克扑克玩扑克，骰子骰子玩骰子。别磨叽了。咱能不能玩点国际世界公认的好不好？好。石头剪子布。输了，赢了，你赌王，我们走。走，王八走。过来，有病啊，争赌王呢，石头剪子布啊。斗地主，公平期间有请我们专业的发牌手。牌的装什么玩意儿啊？发牌！不好意思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哒哒啦哒，哒哒啦哒啦噔，哒哒啦哒，啦哒啦哒啦噔，哒哒啦哒，啦哒啦哒啦噔。你快点行不行？哒啦哒哒，哒啦哒啦噔。这位哥哥，你别呀别着急，你要是不着急，我两万都给你。这位哥哥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把四个耳偷偷送给你。这位哥哥，你看呀看啥你，你看啥看啥的。嘴这么碎呢？叫地主，抢地主。我抢，上手了是不是？我是地主，我先出。三儿，大王，过，飞机，五，过，过。顺子剩一颗，快走！不着急，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。啊，地主斗得真陶醉，剩下一张很珍贵，要有炸弹你别后退，中心思想想加倍。领会，我炸！大哥，懵了吧？老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
对不起吗？休怪小弟无礼。三，不要。什么局面？此情此景，我还想吟诗一首啊。兄弟打牌有点抠，手里还有四个勾。四个勾你都知道？我炸，脑瓜子又嗡嗡的吧。今天我就让你输得彻底。三，不要。三，嗯，不要。剩个三，我没猜错，二弟手里剩个三吧？废话，剩别的我早跑了。小王，过。顺子，过。顺没了。哒哒哒哒哒。你会不会玩啊？咱俩一伙，你怎么还炸我呢？你刚才不是做了一首诗给我暗号了吗？我不是喜欢那种边斗地主边吟诗的那种快感吗？我不是吗？咱俩一伙的，你炸我干啥？你还放两炸？你会不会玩？这一局赌神胜，换下一局。下一局是麻将，而且是三人麻将。比赛开始。哒哒啦哒。打麻将了，你能不能换个曲儿？我就会这一个。二饼。碰。碰。碰。哎。碰。停。我在这儿看你俩玩对对碰呢。不，这是连连看。不是老三怎么打麻将不让碰吗？一万。嘿，抓吧。我就不信我打什么你们都能碰上。九饼，你倒是碰啊，你碰啊。哎，我胡了。哎，别胡了，你输了吧，让你打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两个是一伙的。大哥，他看出来了。老三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跟你二哥就是一伙的，但是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赢了。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你拿什么跟我赌啊？我跟你赌命。行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了，大哥跟你赌，咱简单点，就猜大小王。如果你输了，在这个船上你给我掉下去。好。我认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死而无憾。啊！兄弟，跳吧。老三，在你临跳之前，我想让你见个人。老公，
跳啊！你是不是不敢了？你跳不跳？你不跳是吗？我先跳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别拦着我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你走开，走开，老婆。老婆，说不好，我再也不赌了。老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求你，我死了以后，跟我的儿子好好的活下去，告诉他不要赌博。老三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这个局都是假的，这个船是租的，干脆就没有什么赌王争霸赛。因为我了解你，我要不给你赢个倾家荡产，你干脆不能回心转意。但你要记住，老三，十赌九诈，不赌为赢。我跟你二哥戒赌这么多年，成立一个反赌俱乐部。兄弟，你加入我们俱乐部吧，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。因为啥呢？因为扑克牌是我们的弱项啊。哇，你被骗了，大哥，又要吟诗。啊，赌博的路上崎岖不平，遵纪守法，牢记心中，劝君莫把虎山行，珍惜美满幸福家庭。老二，老三，咱回去吃个团圆饭。好，走走。我说朋友们，你们看明白没？这是个局啊，这个。但我是真主持啊，我呀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，我呀。他们俩吧，劝他老弟回去，他媳妇还不愿出门。我跟你说啊，老妹儿啊。我真不知道，这是个局呀、啊，老妹儿，我跟你，这是个局。哎，挺好啊，前面玩的挺开心，后边还有点教育意义啊。这主意不错，谁出的呀？这个题材呢？说实话，是我一个朋友啊，他给了我一个启发，因为他受了一次教训，刚刚结婚，然后收了不少礼钱，一把牌在那个赌桌上全部输了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，他找我借2000块钱，因为他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哎呦，特别惨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到这个题材，然后演出来，我想再次的提醒大家远离赌博，珍惜我们的家庭。说得好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久赌无胜家，这个利益很不错。宋晓峰又回来了，久违的舞台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此情此景，郭老师我还想吟诗一首。潇潇洒洒走上台，感谢大家捧场来，祝愿大家都发财，把金立 M2017 买回来。现在宋晓峰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了啊，因为就老话说得好，成功的标配金立 M2017、啊、感谢金立手机啊。好吧，谢谢文松和他的团队，稍事休息，咱们待会儿见。这期啊，新来了一位喜剧人补位的，听说呢他是演话剧的，肯定基本功特别扎实，演小品什么的甩包袱绝对没有问题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对呀、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呢把这期的作品弄好，有没有信心？好、啊。口号是啊，预备开始。定定定。
前进。掌声有请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团队。虽然呢这期呢是排位赛，但是我们呢也要打开思路，没事呢就出去转一转，换一换感觉，换一换地方，可能有别的灵感。你们感觉我是在逛街，其实呢我们呢是在创作作品。什么作品要这样子去创作？秘密，出狠招了。哇，瞧好吧。我要与你共婵娟，让你们的爱情永不断电，保驾护航，欢迎大家，有请一号女嘉宾登场。一号女嘉宾，她的名字叫娇娇，她妩媚性感妖娆，她会是你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吗？二号女嘉宾登场。二号女嘉宾，她的名字叫舒涵，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，希望今晚她能找到她的白马王子。三号女嘉宾登场。三号女嘉宾，她的名字叫志玲。他那个回去吧。下面是请出男嘉宾的时间，掌声欢迎他们闪亮登场。 Can you feel it? Can you feel it? 啊，迷惑。请三位男嘉宾说出你们的爱情。盯上的女孩你跑不了。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。长了一双土豪手，可我还是个单身狗，谁愿做我的女朋友，我与你天长地久。帅气的我让我无法藏躲，我就是我，看自己都上火。好了，三位收了你们的神通吧，来吧，选吧。咋的，就仨呀？主持人呢？哎，能不能给我换一批？不，二号长得不错。二号啊，跟我走。不是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撒手！那有病啊，抢亲呢？那是啊，乡亲都坐下，按照程序来好不好？下面是第一环节，请三位男嘉宾选出你们的心动女生。一号，洋气。等一下，哥呀，你听我的，你选三号。你俩呀有夫妻相，而且最重要的呢是你俩特别搭。搭吗？对，就是属于混搭。那么好，三号留给你，我选二号。主持人呐，那我是不是死路一条了？你也可以选择一号二号，公平竞争啊。我就选三号。老弟啊，有眼光，姐都站四年了，选啥呀？赶紧跟姐走吧。来，回去，来，回出来干啥来？出来，来，回去，回去，来。哎，老弟啊，姐给你留灯。哎呀，哎呦，真野呀，这是条汉子。好了，下面是第二环节，用你们的歌声来打动你们的心动女生。我先来吧，唱歌是我强项啊，来个比较拿手的。
海豚音。Ue tasto, ue magi, kurasi tasno, teti lasi, suji sabakno, laji agadi badamanaui。还是混蛋的哦，下一位，谢谢哥呀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个海豚是不是刚做完手术不敢使劲，怕把刀口震开，是不是？你别说风凉话，你来一个。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唱。唱一个。不唱了，不唱了。唱一个。不唱了。那你别唱了。但求你答我，往日旧事我已默然，带着你老气在夜深跟你走，在我心中的你是海的你，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漂亮，老弟啊，唱的没毛病，姐给你爆灯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天籁之音，营养师准备好了吗？我清唱。一只大雁前边飞呀飞，一只大雁后边追呀追，追上以后摁在地上咔咔一阵锤，锤完之后谁都不认识谁。哇哇，爱好男嘉宾，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，我有一些小任性，不知道你会喜欢吗？说来听听。我要吃好的穿好的，我脾气不好，任性，爱逛街，爱 K 歌，爱打麻将，更爱乱花钱，这些你都可以接受吧？老妹儿啊，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扛不扛揍吧？粗鲁！为什么对我心动的女生这样子讲话？女孩子花点钱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一号男嘉宾，如果我们牵手的话，你会不会买名牌包包给我？会。那你会听话吗？会听话。听话，咱不买。那个，我问一下。二号女嘉宾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的要求是不抽烟不喝酒。不烫头是不是？还有什么继续说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哎，他跟二号好像有事儿哈。老弟啊，姐啥要求都没有，你的性格姐喜欢，姐给你爆灯你跑不了了啊。好了，下面咱们进行第三个环节，要将你们内心最真实的需求说出来，请大家珍惜这最后一次提问的机会。一号男嘉宾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，我会对你的父亲母亲很孝顺，那么同样你会孝顺我的爸爸妈妈吗？好，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。如果不孝顺父母，别说是你，就是范冰冰也不可以。哇哇，好正义感。男嘉宾是哪里人？我是吉林榆树的。哇，我也是内嘎达的。哇，我们是老乡啊。哇，美女可不可以加个微信？哇，这样子不好吧，我们才刚刚认识，我扫你。
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，很恶心呢、哎、赶紧回去了好不好？下个环节你们俩参不参加？宝贝，我们还参加吗？么么哒。么么哒，我听你的啦。就这么近咱就别发微信了行不行？来继续提问题。我想问对面的男嘉宾，在12点之前能不能回家？我是个宅男，平时不出门，因为我怕走丢了。对面的女嘉宾，我问一下，我应酬喝多酒了回家，能不能别把我关到楼道里？宝贝儿，咱家住的是平房，没有楼道。我想问问对面的男嘉宾，跟我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看手机不工作，好好看看我？我问你，能不能好好的做一个女人，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扰我，好不好？老弟放心，姐绝对不是那样人，咱俩牵手成功以后，你说咋地就咋地。就你这样说话，说明你是一个自私的男人，你太不懂女人了。男嘉宾，我和你牵手。你确定是我吗？就是你。女嘉宾，我也和你牵手。幸福来得太好了。朋友们，没想到咱们最后一期节目这三对都成了。观众朋友们、哎、用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吧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你想好了吗？人家手都牵了还问人家，讨厌呀。慢呀呀，这人倒下了呢，跟我没关系，都看着呢啊。这人有病我可不能要啊。哎呀哎呀，你好点了吗？你怎么不带药啊？你是傻子吗？舒涵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赶你走，但是你不应该参加这个节目来气我吧？我不是因为跟你生气吗？你说我离了你就活不了。实验证明是我离了你活不了。你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娶你，我一直在逃避，因为我压力很大，所以我才没日没夜的去工作，就是想给你一个完美的家。兄弟，你这属于是截胡啊。不希望看到的事儿终于让我看到了。贾舒涵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咱俩是初中同学呀。那个时候我就偷偷的跟随你，后来你考上了高中，我就跟随你到了高中，再后来你从高中考上了大学，我就不追随了，因为我没考上。直到最后我在你背后偷偷的祝福你，保护你，看着你。想起来了，这个设计挺棒的，挺好，挺好。有一种爱，叫放手。对你心爱的人，好一点吧，因为下辈子不会再遇到了。如果我们的经过写到你以后，现场的来宾。让我们用掌声恭祝这对情侣幸福美满吧。男神，你刚才一番话深深触动了我少女的情怀，带我走吧男神。哎呀，你也来这套，我就在
还挺期待他们的。掌声有请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团队。Hello，Hello。哎呀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不排练呢？现在排不了啊，我在等一个人，估计快到了吧。也来了。哎呀！请出国际巨星尼古拉斯·赵赛。光哥来了呢，我心里就有底了，因为呢，这个剧本呢，说实话不是那么太完美。光哥呢，是一个看见观众呢特别兴奋的一个人，他会把所有的能量全集中到那个舞台上，然后呢，一开幕呢，他会释放出来。你放心，这事儿光哥来了呢，全力以赴的配合你，哦，加油。集合。来不及了，同志们，现在的局面非常紧迫，我们要加把劲了。商场竞争力太强了，所以我们要继续上门送货，把我们的业绩往上冲一冲。今天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的信念是什么？搏击，搏击，搏击。失败了怎么办？不认输，不认输，不认输。完成的业绩我们怎么对待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什么？苦了猛塞，苦了猛靠，只要买货就叫爆。好，保持住你们的情绪，出发。等等，经理，我们今天去谁家？统计一下，这个礼拜谁买我们的产品最多？当然是刘爸爸了。好，找刘爸爸。刘部经理啊，今天都去四次了，再去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？都去四次了？嗯，太不要脸了。那我们还怕什么？走走。他是卖东西的。赵四儿，赵四儿啊！哎呀，真猛烈啊！儿子，我这跳舞呢，啊，我这学慢摇呢，啊，我挺好的，家都挺好，穿的可潮了，穿的，带鞋都带亮片的，啊，啥也不缺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在外边好好工好好工作就行了，不用管我了啊，我啥都不缺，那啥，你有钱给我邮点就行，啊，好，刘爸爸。刘爸爸，我们回来了，开门呐！门没锁，进来吧。我知道你们就得回来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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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呀，爸爸，两个小时没见，你怎么消瘦了许多？这还是你吗？这是你吗？啊！一见爸爸泪儿流。爸爸瘦得像个猴，吃香喝辣你别愁，儿子们给你磕个头。停，孩子，你们这轱辘我看多少遍了，都训了训了。你看你们能不能往下眼睛，往下边啊？爸爸。
停，孩子，那个咱就别扯这些了，你主要你告诉我这次你给我送什么产品吧。这是爸爸为了你润肠通气，我给你准备了野生蜂蜜。哎，我觉得你们演平常演这轱辘是不是应该煽情了？爸爸说的太对了，不把爸爸感动，爸爸是不会买蜂蜜的。拉绳。看，前边的道路，哪怕千难万险，也阻止不了我们儿女送蜜的孝心。说是迟，那是快。快看，他迈着矫健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向爸爸走来了。一步两步，似爪牙，似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摩擦，结果他被无情的绳索弹了回来，瘫倒在地上。他痛苦着，挣扎着，呻吟着，结果他又站了起来了，一脚踹开队友，一步两步似爪牙，结果给绳索两个大嘴巴子，冲过了绳索，把蜂蜜你送到爸爸面前。爸爸呀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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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这挺感人的呀。爸爸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你儿子的孝心，他的孝心惊天地，泣鬼神。这个蜂蜜我买了。爸爸，你老父亲，我最疼的人。爸爸喝一口，好事天天有。爸爸喝两口，天涯海角随便走。爸爸喝三口，活到九十九。爸爸喝四口，你还是干了吧。停。孩子，这蜂蜜喝多也咸呐，这玩意儿咸，还是给我来点水吧。爸爸等等，爸爸生活很卑微，喝水怎能没有杯？万里长城永不倒，水杯早已准备好。爸爸呀，爸爸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墓碑，上边已经刻好了你的名字。这个墓碑早就应该属于你了，爸爸。孩子，你先把墓地给我买完再说碑吧。孩子，这碑我买了。爸爸，你老父亲，我最爱的人，人间的感情。爸，你把腿撂下。爸爸，孩子，这个父亲这首歌我听多少遍也听不够，你们给我按摩吧，我也挺得劲儿，你们能不能来点力量啊？能不能啊？听到了吧，爸爸，我看明白了，你又得考验我们的孝心。把我们的节目拿出来。爸爸你过来，快看，快看，在哪呢？这儿呢。他们俩的目光多么狰狞，快来整吧，别墨迹了。快看，哇，小鹰展翅。这可以的，可以，这是人体与音乐的完美结合。快看，他们双手握在了一起，你们到底要干啥？快点整吧，他把他拎了过去。爸爸看到了吗？看着了，这是这力量，人体的力量啊，真有劲儿啊。他们互看着对方，嗨，快看，这是传说中的超人。
爸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动作叫摔死拉倒。爸爸呀，既然没有力量，你还是把单买了吧。买单的事儿先放一放。这几个男孩，我觉得这片孝心让我挺感动。我想看到我这两个女儿对我有没有什么孝心的表示。爸爸，我们也为你准备了节目，爸爸和我们一起来吧。可以。呀。掉下来了。对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，爸爸？妈呀！爸爸，爸爸，爸，爸呀！哎，干啥呢？儿子，你打电话不说不回来了吗？哎呀，爸呀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他们都是谁呀？啊，正好你回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子，儿子啊，这些都是你的姐妹们。啊，哥哥，这是我们的哥哥。哥哥，我找到我们的哥哥了啊！滚一边去！哎呀，爸，这你年轻的时候，这错误没少犯呢。你信不信我一嘴巴把你牙子你踢掉？实话告诉你。他们这些年轻人是过来送产品的。什么玩意儿？送产品？对呀、啊，我明白了啊，你们是送产品的，怪不得你整那么多好心给我称兄道弟的。我跟你说明白，你们是不来卖东西的，你是不推销东西，是不推销产品的。我告诉你，关键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滚！爸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我是为你好，他们是忽悠你，知不知道？去你的！忽悠谁？他怎么能忽悠我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帮孩子拿的产品都是真的。我说心里话，这一个礼拜你知道爸爸过得有多么开心吗？他们为了啥呀？不就为了完成个业绩吗？看到他们这么辛苦，想到了我儿子在外头为了工作也很辛苦。爸爸多么希望你能碰到一个贵人，也能帮助你早日完成你的业绩，你好回来陪陪我呀。这么多年我在外边光想着挣钱了，但是今天我彻底明白了，爸爸要的不是钱，要的是陪伴。爸爸，今天呢谁也别走了，我请大家吃个团圆饭怎么样？啊，干啥？吃饭。吃饭是吧？对呀。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吃饭呢离不开筷子啊，这筷子超市卖2块钱啊。今天呢咱们团圆非常开心，我免费送给你啊。不用不用免费啊，今天你所有的筷子我都买了。什么？我全买。哎哎，你干啥呀？哎哎，爸爸，爸爸，这个段子太难了，开场好不好？小光来了啊，第一季的时候就来过，再回来心情怎么样？其实我很想念这个舞台，因为现在所有的粉丝在网络上，东北尼古拉斯造势，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粉丝帮我起的名字，我谢谢所有的观众，谢谢。这么多人都管你叫武神呢啊！既然如此，把你那武神标志性的舞蹈给我们再来一遍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。
这个这么好的舞蹈应该配上我们的男装国民品牌海澜之家，站上国际化的大舞台啊。文松，哎，今天把他请来是你的发宝啊。其实说实话，光哥呢时间特别忙。这个小品呢只排练了一天啊，你看他汗冒得哗哗的，其实不是累的，是心里没底，怕出现什么错误啊。你看他一直到现在把这个节目演完以后，真的我松了一口气，也感谢光哥，感谢光哥，真的太棒了，谢谢光哥啊。文松啊，今天是淘汰赛，你有没有担心万一淘汰了怎么办？万一淘汰了，光哥咱怎么办呢？淘汰我觉得正常啊，正常。我能登上这舞台已经就挺开心了。对对。你的努力大家看在眼里边了，我们为文松和他的团队鼓掌。辛苦了，咱们待会儿见。辛苦了。这个作品的初衷呢，让我想到了我自己。我们演员呢，一年在外陪家人的时间呢，可能一年不超过半个月，所以呢，我想用这个作品和父母表达歉意。我就想演给所有在外打拼的年轻人。看完以后，哪怕有一个观众能想到，哎呀，我要回家看看我的爸爸妈妈，也就算是成功了。赛程呢已经过半了，我很多的评论说我应该改一改风格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必要。面对自己的风格，我感觉就好像不忘本一样，因为是这个人物让大家记住了你，我会把我这个人物继续的立下去，因为我是这个人物里面的佼佼者，我想做到最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哥俩想为你吟诗一首。小贼小贼你别跑，胆子大来个子小，千辛万苦把你找，遇见我俩你没好。这么磨叽的到底想干什么？看我的飞镖可以说是百步穿杨，百发百中。今天我要替天行道。真磨叽，快来吧！别着急，给你玩个小花样，把我的眼睛蒙上，然后用我的小飞镖再扎你。嘿，扎没扎上二弟？人家接住了啊！小小毛贼，敢接我的飞镖，我扎死你！哎呦，别动！别逼我，别逼我！我跟你说，我有人质啊！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大哥，事情不妙，这可怎么办？老办法，先杀人质。大哥呀，你好好看一看那个姑娘，那么可爱，那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咱们放过她吧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不行。大哥，再消消气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呀，你不知道，我的飞镖一旦拿出来，必须要见血。大哥呀，大哥，见血是吧？妹，是我救了你一命，我不用你报答我，我只希望你能够以身相许。二弟，你的老毛病
又犯了。妹妹，在人山人海中，你我相遇，我的天呀，这是多大的缘分！你应该跟我一起走，和我浪迹天涯。来呀，来呀！不，不，你不要答应得这么快，我会感觉你不矜持。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家跟我老婆沟通一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会带你走的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不知道，我这飞镖拿出来必须要见血。没完了是不是？给我！你有没有被我感动？没有吗？说，大哥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别墨迹了，大哥，你又掏出一只镖。你给我上来，你给我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这镖啊得见血。妹妹，我也替你挨了一刀。学我呢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走。我俩这个你哦，程野，程野，老爷，你别哭了，都怪你，连个狗你都看不住。我这小狗啊，是我心尖啊，我不开心呐，它一逗我就乐，睡不着觉啊，搂它就能睡着，可好了。那以后你就搂我睡呗，滚！老妹子，哥呀，事业干的是如日中天。现在是县太爷，家里边也特别和睦，仨姨太个顶个的漂亮，但是有点瑕疵，没给我生个一儿半女。老妹儿，你想啥呢？哥的毛病啊！老妹儿，还可以聊聊。老妹儿，你多大？62啊。六十二，这化妆品太坑人了。不哭了，咋不哭了呢？腿麻了。哎呀，你找那俩神仆咋还不到啊？你老吹啥呀？人家神仆一天事不多吗？老吹，你再哭一会儿他就来了。我俩这个命啊，阴阳双不到。来了，来了吗？一二三，参见老爷。我家这情况，我跟你俩说一下，不必多言，容我掐指一算。我要是没算错的话，你家狗丢了吧？妈呀，能人，这掐指一算就知道狗丢了？我告诉的。啊，我那小宝贝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不必多言。以我多年的查案经验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来，老爷，往后让一让。靠边儿。碰到你，不是，哎哎，我丢的是狗，不是蛐蛐儿。你俩找啥呢？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我来问你，你丢的这条狗今年几岁？哟，到我家8年了，那就8岁。8岁。狗的一年是顶人的8年，88、72岁。大哥，这条狗可能挂了。哎，我的，他咋比我走的还急呀？老爷呀，我给你个建议，以后啊，你不要养狗，养狗死了多伤心呐，是痛苦难受。信我话，你养个王八。为啥呢？你死他都不带死的。你说啥呢？那王八和老爷能比吗？啊，就是王八能活1000年的话，就凭咱这老爷大体格子能活10000年。千年王八万年龟，你俩那是骂我呢？那是夸你呢。
说你寿命长就扛活的意思，你好赖话你听不明白呀？那咱俩谁是管家？我是管家呀。谁是老爷？你是老爷。我是老爷，你啪啪一下怼我干什么呀你啊？我不为你好吗？我管不了你了是吧？我错了行不行？你这个态度是你错了吗？对不起，行了吧？老爷，我问你，家中有几方太太？三方。那么我问你，昨天晚上在哪里就的寝呢？三姨太。那前天呢？前天该三姨太了。明天呢？明天轮也该轮到三姨太了。有道理，案子破了。咋破的？请把三位姨太叫上来，我们要问问话。三位姨太都出来。哇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三姨太果然是貌美如花呀。且慢，我不是三姨太，我是大姨太。哦，请问三姨太，昨天老爷……我是二姨太，不是三姨太。没想到吧？我就是三姨太。来呀，来问我了呀，你快来问我了呀。老爷，我想为你吟诗一对。今天找狗真愉快，认识城府仨姨太，老大老二挺可爱，老三长得好奇怪。大姨太，我问你，平时老爷喜欢什么？老爷喜欢狗。一看你们就不了解老爷，老爷最喜欢的是墙上那幅画上的狗。站起，别乱说话，回去。乱说话，滚走走走。那个二位神婆，这个我丢的是真狗，这个画上这狗啊，你打他都不带走的，赶快给我找狗吧。大哥，小弟愚昧，我想问一下墙上这幅画是什么寓意？非常简单，寓意就是那个耗子想盗洞，那个狗不让他盗。依我看，不是说咱们两个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。哎呀，你也不同意我的意见，今天我杀了你。哎呀，你敢杀了我，我不怕你。不是，你俩就这么地就干起来了？是不是觉得很牵强？这也太牵强了。那就对了。呀，这是因为啥呀？这是哦，藏着钱呢。老爷啊，解释一下这些金子是怎么来的，不要太牵强哟。二位神婆啊，是个事儿，我那狗吧没丢，是我给卖了，这些钱是卖狗的钱。钦差大人到。参见大人。大人，任务已经完成。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。住口！程大人，早就知道你贪赃枉法，为了收集证据，我让大普二普先偷了你的狗，然后顺理成章进了你的府衙。胆大妄为，竟敢贪污赈灾的黄金整整10万两！来呀，对，把这个贪官押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是，住手！
我是管家，我没管好你，我失职，我有罪，我要把你带进大牢，跟你一起，我就不信进大牢我还管不了你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，老爷？我错了。阿婆阿婆，在，今天的事情干得漂亮，下面马上去执行下一个任务，去查一查郭知州。大哥，郭知州家有只猫，还有个麒麟。你说咱们是偷猫呢，还是偷麒麟呢？对，麒麟值钱呢。依我看呢，还是偷猫吧。哎呀，你可不同意我的意见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这么牵强，要打是不是？那来呀，来！哎呀，哎。哎，行了，郭老师，你不知道我的飞刀拿出来必须要见血，给我上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阿刚，哎呀，阿刚，哎呀，今天你我站在舞台上，怎么样？我最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：先拿个盆来，我要吐。说。我爱你。如果用一句英文去表达，我的天哪，那就是 Good morning, teacher。乱七八糟的。后边是张子栋，此情此景，我想为他一。今天比赛犯了愁，有人走来，有人留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子栋你要多加油。稍事休息，待会儿见，谢谢各位。谢谢。哎，峰哥没坎坷，前方一路小平坡。峰哥，哎呀，在这个喜气祥和的日子里，我们迎来了峰哥18岁的生日，祝峰哥生日快乐。这个生日估计峰哥应该是最难忘的，因为他这个生日呢时间只有3分钟。12点过了吧？12点过了，峰哥的生日就过了啊。咱们开始排练啊，走直线，猫步。这期跟模特有关，大家就等着在电视上看吧，拭目以待。我想这期让这个舞台飞起来。胜利者来说，我不应该这么高调。你的模特给你打电话说来不了了吧？我花了双倍的价钱已经把他们挖过来了。张总已经说了，模特总监只能留一位去巴黎，那就是我。因为你连模特都没有了，你跟我拿什么比呀？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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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个混蛋大混蛋。哎呀，你不要脸大混蛋。咋的？仔细想一想怎么跟张总解释吧。拜拜喽。你这个混蛋大混蛋。咋的？这是把人还给我。哎，哥们儿，咋的了？哭啥呀？钱包丢了。我模特让人撬走了。哎，我寻啥事儿？那模特撬走了，你再找呗。
马上就要走台了，全晚了。这话你说的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大活人不有的是吗？你看我这样，我还长两条腿呢。干啥呀？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黄晓明吗？谁？黄晓明。我长得像黄晓明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信吗？我信啊。那就是真的。你是当保安的吧？啊。哎呀，像你的身材还有你的长相，你应该当模特呀。你要是不当模特，简直就是魔界的一大损失啊。我还能当模特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想当模特吗？想。喊出来。我想。来，上 T 台的站好，立正，迈，走啊！停！你太有天赋了。来，我教你，面向前方，拿出自信的眼神，爱谁谁的表情，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停！太完美了，你录取了。像你长得这么帅，一定没有朋友吧？没有啊。我早就猜到了。但是我有媳妇儿啊。你居然有媳妇儿？什么样的女人能够配得上你？我媳妇儿长得是像七仙女似的，在这儿当保洁呢。七仙女当保洁，天理何在呀？她应该当模特。她也能当模特？那她要是能当模特，我小舅子在这当电工，她更能当模特了。太能了。还有我二姑。三个人够了。够了。只可惜我二姑错过了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呀。小明啊，赶紧的把你的老婆还有你的小舅子带到后面，把衣服换了，准备走台。快去！啊，等等，奔跑吧，名模！啊，这边请，张总。这次呢，我的团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。嗯，而且我保证，你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模特。好，张总来了。嗯，今天呢，你们二位总监都在，至于你们俩谁能跟我去巴黎去参加海澜之家时装秀，那就要看看你们今天谁能给我带来最大的惊喜。准备好了吗？张总，我准备好了。我也准备好了。那还等啥呀？开始吧。来，帅哥美女 music。专业的。
停，来，文松，你们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文松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这边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我这边这些玩意儿也是模特呀，这是我的创意，你没感觉里边有一点点惊喜吗？张总，这不是惊喜，这是惊吓吧？来，靠点边来，张总，您看看啊，这是模特，这模特是缩水了吗？张总，你再看看这位，长得丑是不犯法，但你不能随便长吧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再看，这连脸都没有，来转过来，来，张总啊、哦、啊，再看看这俩人，你是照他的模样长的吗？这是啥呀，张总啊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！你的模特好看啊？你模特好看吗？我模特怎么了？你这模特好看啊？这模特好看？这模特这么好看，他对象能放心吗？你再看这个啊，一脸的护胸毛，哎，那是一脸的胡子啊，胡子这么重，那护胸毛也少不了。还有你作为一个女孩子，二十几岁，你凭什么长这么高个？你是不是气我呢？啊，哥哥怎么了？啊，我妈说的，大个门前站，不穿衣服都好看，气死你！什么叫不穿衣服都好看呢？来来来，过去来，过去来，过去来。张总，我们瑞塔她是一位混血儿。混血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也有。我妈妈是上海的，我爸爸是沈阳的。我属于国内混。张总，咱看看咱这边这两位帅哥，身高1.9米，那模特界少有啊。好，黄晓明，出列，用你不要脸的自信打败他们。长江以北，小峰最美；山海关以外，小峰最帅。爱小峰没坎坷，前方一路小平坡。呼呼呼啊！归队，行了，咱们别纸上谈兵，我要的是创新，要的是新颖。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创意能让大家认可你们？张总，我的理念就是，我这些模特穿上什么衣服，消费者都会认可。有道理。我的理念是，长得什么样的人穿上我们的衣服都能够自信。文松说的也有道理。有啥道理啊，张总？我们展示的那就是高大上啊。我想展示的就是普通的大众化。应该是高大上。大众化。高大上。大众化。高大上。混蛋，大混蛋。你再说我一句，你不要脸。再说我一句，哎，你抢我的模特。你再说我一句，抢我模特。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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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我的。保安，住手！保安，住手！干啥的？你是干啥的？干啥的？我就是保安。你是干啥的？保安。这那他呢？他是我小舅子，电工。那混血儿呢？我媳妇儿，保洁。张总，看出来了吧？文松一直在骗你啊。文松，给我个解释。我什么都不想解释，这场比赛我输了，我认了。咱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比了吗？我还没比呢吗？就完事了。领导啊，我说两句啊。首先，这哥们不是骗子，我们也不是骗子。我冲天起誓啊，我黄晓明这辈子没撒过谎。领导，你这样行不行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按照我们的思维来，重新再给你走一遍，走出我们自己的风采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谢谢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由你自由发挥，按照感觉去走，谁走得最抢眼，我就领谁去巴黎参加时装秀。谢谢领导。你们要加油。哼，也到了咱们两个人一决雌雄吧。还用绝吗？
你说话给我放文明点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用你嘚瑟，今天不一定谁赢谁输。我就叉叉叉叉叉叉，混蛋，大混蛋，你不要脸。你抢我人！我抢你人咋的？我抢你人啊！你还动手是不是？我动手怎么的？还动手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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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啥？还有完没有了？啊？还比不比了？比不比？比！你个大混蛋！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各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，只要是踏踏实实的做事，本本分分的做人，我相信他永远都会成为咱们最耀眼的名模。同时我宣布，今天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去巴黎参加海澜之家时装秀。都是这真是模范典型吧，人家。谢谢谢谢文松啊，先把地扫干净咱们再聊天吧啊。我们有保洁。我听说在彩排的过程当中，小峰是在那儿过的生日啊。对对对，过生日时候有没有给自己作诗一首啊？此情此景我就吟诗一首吧。啊啊，碧草青青靠的是水，郭老师主持靠的是嘴，支持了义你不后悔，小人物啊也挺美啊。好，我倒想问一问文松，为什么会想到演这个节目啊？因为呢，你像我们还有身边的人都是一个小人物，我呢当过服务员，然后又做过面点师。哎呀，有手艺。烙过饼，做过馒头，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挣钱，特别不容易。往往呢，这样的小人物呢，站到每一个舞台上可能是不显眼的，但是我想把这个作品体现出来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够发射自己的光芒，咱们不要太小看自己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所谓的大人物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小人物。各位辛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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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了。
哎，你好。啊，对，我第一个演的哈。哎。三二。掌声有请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团队。给文松打过电话，他马上就到了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紧张？哦，我感觉此时此刻我真的是好坏好坏好坏的。来了 ，Come on！ 到底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下班了打电话把我叫到公司来，正练瑜伽呢，本来练的就挺业余，还耽误人家业余时间。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文松，下班了不回家你干嘛呀？文松，咱们办公室里不干净。不干净，你打扫下去。是咱们办公室里有脏东西。呀，谁不知道咱们公司我胆子是最大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快跑！慢点！啊！开门！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开门！有没有人救我？开门！我疼啊！包不错啊！哎，喂，喂，哎，哎，把你吓那个熊样，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啊！回来吧，好开心的，逗你玩的。嗯，那个，其实啊。我都已经猜到了，刚才呀，我是配合你们。妈呀，你配合呢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好演员呐，表演的这个真是哩哩啦啦呀，你呀，整的。那叫淋漓尽致。我说你裤子湿了，你这是给自己加的戏还是抢戏呀？这是啊。别着急，还有惊喜。等着，别吓我了。文松，文松，生日快乐！这都是我们给你布置的，你喜欢吗？开心吗？哎呀，开心，我都喜欢，这个喜欢，这个喜欢，这个也喜欢，连气球的颜色我都喜欢。紧张哦，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要 hold 得住哦。妈，吓死我了。文生，
哎呀，经理，你来了！别说话，抱我！你咋知道今儿我过生日呢？好感动，好欣喜，抱我！哎呀，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哈呢？整的像个武大郎似的你啊！这是化妆生日 party 啊，那个。今天经理过生日啊，这么快就把蛋糕推过来了？啊，对呀，快给经理推过去！哎，好好好，推推推！还有蛋糕啊！哇，蛋糕上有你的名字啊！你吃啥呢？啊，我尝一尝蛋糕是不是甜的。好感动，好嬉戏，但是有瑕疵，啊？为什么没有蜡烛呢？有，这是过生日的蜡烛啊。这根蜡烛啊，是有寓意的，寓意着您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。对，如日中天。来，我给你点上啊。好感动，好嬉戏哟。开始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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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嘴咋这么急呢？啊，我就是试一下这么粗的蜡烛能不能吹灭。你的肺活量啊应该没问题啊。好心细哦，这回吹吧。吃蛋糕吧。那个经理啊，吃。我们吃完饭来的，你自己吃吧。哎，我一个人吃不了啊。那个礼物是用不用给他呀？啊，还有生日礼物。好感动，好欣喜，抱我！这哪呢？这礼物啊，都是文松给你买的，是吗？啊，哪呢？这啊，这对对对，来，经理啊，这礼物啊，都是我给你准备的，那希望你喜欢。好欣喜哦。我要是没看错，应该是个吹风筒吧？解释一下，让我吹啥？你瞅我干啥？你买的，你解释呗。那个，这不就有的吹了吗？他俩呀是套装。是吗？对。好时尚哎。那个。咱不看这个啊，是不是还有礼物？这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哎，这衣服，颜色喜欢吗？哇，好感动，好嬉戏哦。那个，快给经理换上。我脱，是吗？哎，经理，咱把衣服脱了。来，天哪，咋回事，导演？经理呀，他跟我是一天的生日，咱们还是先给他过吧，省得以后啊给咱们穿小鞋。对，有道理。漂亮，文松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你俩看，这衣服正合适。对，正好。这件衣服啊，是属于明星限量款。对，哪个明星穿过呢？葫芦娃。对。哎，你们快看。经理像不像葫芦娃里边的五娃？像，掐个小腰，鼓个小嘴，妈呀，他好像要吐火。不是，经理你消消气儿，此情此景我要为你。不，升级了，我要朗诵一首诗歌。我怕我说不好，打了一个小草稿。
经理，这个是我安排的，我安排的环节。往事一夕，泪眼朦胧。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，迎来了程总的生日。程总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，是烂颤的一生。看来他是真背不下来呀。长歌当哭，深切缅怀，程总生日快乐。真是，这词儿听着有点别扭呢。解释。啊，这段词儿啊，你站着听它肯定别扭，你躺下听就不别扭了。我躺下我还能听着吗？不是，你可以换段词儿。要。干啥呢？董事长好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你还知道我是你董事长啊？啊啊！你像个葫芦娃似的，你要吐火呀你啊！谁把这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的？啊？这是公司，这谁开生日 party 啊？谁过生日？董事长，文松过生日。董事长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来公司过，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我承认错误，董事长，对不起。你的态度，奖励你一个大红包，生日快乐。妈呀，好感动，好心细，抱你。等会儿，董事长，其实我过生日。行了，我早就知道你俩过生日，来吧，你也有份啊，来，生日快乐。谢谢董事长，这家还真。今儿个你也过生日啊？经理啊，咱俩是一天的生日。哇，好感动，好凑巧，抱我。放手。董事长，性格耿直的我要说实话了。说吧。董事长，其实今天我也过生日，抱我！你滚一边去！你生日不是7月15吗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今天呢虽然是你俩过生日，我也要说几句。其实你们真正的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那就是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。我敢这么说啊，每个母亲都会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，可是有多少孩子能记住你母亲的生日吗？今天我还给你俩特意带来另一份的惊喜，你们看看谁来了。来，文松。妈，经理。妈，哎呀，快来，这两位真是亲妈吗？这位呢是我们刘老根大舞台的生活助理，哦，这个呢是我杨阿姨，就是每天照顾我们生活的。哦，这个为什么想起来弄这么一个节目？其实这个呢也，他也是有感而发，因为呢，当我懂事的时候，我从来就没在家过过一次生日。哎呀，因为我在外边一共待了是将近10年的时间。嗯，我真的很想在家。跟我的妈妈还有爸爸在一起过一次生日，嗯，所以呢，我用这个小品让大家呢也能够回家，好好的跟父母过一次生日。嗯，挺好。今天这期有新的踢馆人来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？黄才伦，我伦哥，对吧？是的。他的作品总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里边，嗯，希望大家到时候给他鼓掌，给他叫好，给他打气，好不好？嗯。谢谢文松兄，谢谢文松，希望今天取得好成绩。谢谢。谢谢。加油！掌声有。
有请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团队。你看那玩意儿像乱的，其实那块是最应该那什么的，它得光放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美玉来了，哎呀，你们先聊呗。行，感谢美玉啊，感谢美玉。把这药先喝了，来，天天熬夜必须增强免疫力，都感冒了，咳嗽。喜剧人三个多月一直都聚少离多吧，别的不担心，其实主要担心他身体。过半小时再把这吃了。还有连续半个月只睡了两三个小时，每天看自己老公，我就感觉心里酸酸的。我老婆和我儿子呢，是我最大的前进方向。我一直说，我老婆呢是我的福星，要不是我老婆，喜剧人这一路我可能撑不下来。团长 YSL 杨树林，这次啊，文松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呢他自己改编了个剧本，叫《新琅琊榜》，让我呢回来帮他演个大王。不管咋说，今天回来了。为了这个事儿呢，说实话，我也推了七部电影，八部电视剧，就这，啊，你信不信？反正我也推了。哎呀，不能跟你们多说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化妆了，一会儿等着看我演大王啊、哦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等会儿啊！哇！大学士，父王说让我当太子，这个事儿是真的吗？誉王，君无戏言。这么说，我又当太子了？当然，我又当太子了，我又当太子了，我当太子了。你就不能低调点吗？我说话费劲呐、啊，我不得用我的肢体语言来抒发一下我此时此刻愉悦的心情吗？我呀，玉王啊，你呀、啊，人什么诗啊？玉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可真是天真无邪、与世无争，你是愚不可及呀、啊！什么意思？没听明白。就是说你智商有点低，还有点傻啊！玉王恕罪，竟然被你说对了。玉王，为了你能登上太子之位，我今天特意给你安排了一位女谋士，此女姓秦，名般若。她长得也是貌美如花，哎呀，不自独谋啊！那还说啥呢？快让她上来呀！秦般若，觐见。我去，这是什么东东？貌美我没看见，如花刚才我是看见了。如花是你大姐吧？此情此景，我想为你，你让我前边那两个孽徒听一听，什么是真正的吟诗啊！
吟诗的最高境界是第一个字。哦哦，这位姑娘长得美，粗粗的胳膊，短短的腿，看你一眼真后悔，你到底是个什么鬼？老弟，就冲你给姐做的这首诗，这活我接了，我保你坐上太子之位，我秦般若将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我想默默地打死你。郡王到。我就是郡王。你是什么郡王啊？你郡王啊？啊，把斗篷还给我。身边的谋士。带我斗篷干啥呀？我就喜欢黑色，等我回家呀，我自己也做一件。我说叔叔啊，哎，这一次啊，你一定要帮我夺得的太子之位啊。你放心吧，靖王，有我长叔在，你绝对不会输的。不是，我听这话咋这么别扭呢？不别扭啊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？喊出来，长叔长叔一定赢。行了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进屋吧。大学士，恭迎靖王。我听说大王把太子的位置让给了誉王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到底是凭什么？干哈呀你呀、啊、你、啊？怎么跟大学士说话呢？他说的对，凭什么？靖王，你是在哪儿听来的是谣言呢？我是，还用听吗？我刚才在后台我都看见了，他想当太子。哼，门都没有，你就是誉王吧？常叔，誉王没有吧？就是他，你看他长得，还想当太子，我看当个太监都费劲。仔细一看，长得像那个崩布了霸。还有旁边那位应该是谋士吧？哎呦，这不是那个霸布了崩吗？老弟，跟姐说话重点意啊！你谁呀？小嘴叭叭叭的。我是谁你都不知道？哼，真是让我难受。香菇，我就是麒麟才子梅长苏。呸！我看你像我二姑，又像我二叔。你到底是二姑还是二叔？我看你旁边还站着一个小母猪。你说谁呢你、啊、你说他说他就说他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大王一直停。谁能当上太子，那要公平竞争，可否现在比试一番？比呀，必须得比。你说我能怕那个霸不了崩，还是怕那个崩不了霸？干就完了。你咋这么欠儿呢？要不你当太子啊？我不替你着急吗？出题吧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局，是抢答题，说一加一等于几，开始。我知道。等等等等，不对，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等于二，里边一定有诈。得二，回答正确。妈呀，对了，那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得二你不让我答干啥呀？这也不能怨我呀。我问你，你身为一个大学士怎么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？你是不是脑瓜子有病啊你啊？这是大王出的题，大王脑瓜子也有病。你怎么说我爹呢？哎妈呀，我忘了啊，我忘了，我刚才太紧张了，我激动了。快出题吧。好，请听第二题，说树上有十只鸟，用枪打死一只，请问还剩几只？开始。一只没有，一只没有，一只没有。回答正确，第一局誉王胜。
们赢了。没啊，没我没赢，继续啊。我失态了。好。哎呀妈呀，请听第二题。大王说了，无论以后谁当着太子，避免不了跟异国去处理外交的事务。恰好今天来了一个异国的使臣，谁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和他们建立感情？下面有请异国使臣觐见。二位王子，比我还贱。谁先去对话？白若，你去。誉王老弟啊，放心，这事儿姐给你摆平。来，靠点边来，别刮着啊！老弟，哎，家哪儿的？从哪儿来的？喂，他是外国人，听不懂中国话，说外语。No problem。你讲哪的？那嘎达的？玉王啊，不怨我，这哥们儿耳朵不好使。我呸！你们俩的语言根本就没对上。叔叔，你能对上吗？哼，当然能。那快去啊！这回着急了，想起我了。刚才你还打我，还骂我。你还用你的小脚践踏我，你快去吧。好嘞，我就等你这一脚呢。踢推蹦不啦吧吧不啦蹦，วันแรกเรื่องข้าร่มอยู่ในมหาสมุทรแล้ววันที่สองเรื่องข้าไปชนเรืออีกลำหนึ่งตุ้มเปรี้ยงทีหนึ่งข้าบาดเจ็บเป็นแสนสาหัสแล้ววันที่สามเรื่องข้าก็ร่องไปกระร่องมาข้าร่องเรือไปร่องเรือมาร่องเรือไปร่องเรือมาร่องไปร่องมาไปไห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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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ระกันไหนจิ๋ว他问你吃了吗？没了啊，他刚才搁那挖了半天，就这么仨字儿啊，你去问他来干啥来了？七嘴蹦不啦吧八不啦蹦，呸呸呸！胡茶啊，靖王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他呢是从暹罗国来的，坐船来的，半道啊遇到海啸，把船舟翻了。他掉进了海里，游了三天三夜才上岸。上岸以后啊，他就饿了，上了一家饭店。然后呢，那家饭店呢，只有包子、饺子、面条子。他只喜欢吃包子，就要了三个包子。这三个包子一吃呢，发现了一根头发。这个时候，老板出来，他们两个人打了起来。停！他就哭嚓一下就出来这么多话呀？我翻译的是上一句。你翻译去年他还没来呢，靠后。我说那个使臣呢，会不会说中国话？中国话一点点。他说会一点点。这句我听懂了。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二位皇子大小事，我暹罗国有一奇香，闻了奇香以后。神清气爽，精神饱满，年年益寿。不信，你们试一试啊！还有这么好的东西？来，看看，来，有这么好玩吗？哎呀，哎呀！恭喜少盟主！我终于报仇了，我报仇了，大仇已报。我们演的怎么样？去，你今天跳听。
怎么样，咱演的特别棒，特别棒。那行了，就收工吧，来吧。哎，走走走，回吧。待会儿，杨树林团长不演大王吗？他在后边化完妆，他还没上来呢。对呀，我给他大老远叫来的，咱得陪他演呢。这么的啊，咱们加一段戏，刚才的状态咱们再拿出来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加一段啊，加一段吧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对对，来，带上带上带上，我带上带上带上，哎，好。来，别动。行，好了，好，好。大王驾到！哎呀，啊！参见大王！死啊！快死！死死啊！观众都看着呢，快死快死快死啊啊！你快死，你啊死，我词儿，你死啊啊啊！收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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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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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，你们回吧，咱们快站。完了啊？对呀，我上来一句话没刀没说，一刀完了啊！你刚才你不都说了你四句台词还不行啊？文松啊，你不能这么办事啊！你说我为了帮你这个忙，我推多少事儿？七部电影，八部电视剧，是不是？人家一看我一句话没有，你说咋整啊？这是听我的啊，那好办，你带电话没？带了，今天给我来。笑，好。发个朋友圈不就完了吗？走，走，走，妹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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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态炎凉啊，此情此景，我也只能吟诗一首了。啊，这个团队水很深，回来这次很伤心。大王演的真憋气呀，我要是再回来，我想当主持人。如果你要是不让位，小心你家郭麒麟。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说了，我说文松自己都说啊，他是个有良心的人，走了今天多亏了身背后的女人，他媳妇儿们啊，媳妇儿们到底多少，到底他媳妇儿倚着门啊，媳妇儿对他特别的疼爱，今天来到现场是吧？啊，对，都哪些位是啊？那个，哎呀，哪个是啊？快来快来快来，我记得是这个，上来。跟大伙儿打个招呼，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美玉，谢谢大家。你专业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俩是搭档，二人转演员。哦，那其实啊，我还是要感谢我老婆，因为呢，我走到二人转这个行列当中，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方向，我要以后走什么样的路，是她练会了琴，然后我才有机会到北京刘老根大舞台来演出。当时呢，就是欢乐喜剧人的总导演石佳宁先生在那个二楼的小舞台上看戏，然后他说，哎，这个演员好像有点特色，跟别的演员不一样，能不能上喜剧人？所以归功结底还得是感谢我的老婆，真的，从心里往外的感谢，因为这话呀，回家我好好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哭了啊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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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张小斐漂亮还是你老婆漂亮啊？我想说什么呢，小斐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是我有老婆了。谢谢各位，辛苦了，待会儿咱们聊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好。这啥地儿啊？这是好地方啊。
这太豪华了，这也。时期走过来，大家都特别累，而且每个人付出的都特别多，我都装在心里，我需要感谢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感谢，所以呢，就想了这个方法，就是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文松呢是有心的。你别说啊，这烟鸡还真不错。噔噔噔噔，最后一个菜炒完了，准备开饭。离决赛呢，咱们还有一步之遥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没有打不赢仗。我们加油，挺进决赛！好，来来呀！来，挺进决赛。接到了一部大电影，叫《老板的女人》。这部电影的男一号特别特别好，有很多公司都想抢这个男一号。我们公司呢也选出了两位，在这个点儿了，怎么还没来呢？演员到没到？好不好？都过来！我告诉你啊，有个叫龙仔的，无论颜值还是演技都非常高。你们俩有没有信心把他拿下？有。你呢？有吧？有点气势，大声的喊出来，有没有？有。你回去吧，这赶紧回去吧，快快快快！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辽宁民间。行了，我知道，就你们几个那几个业余表演的，我是专业的学院派，好吗？开始。哎呀，龙龙龙，真的嘚瑟，真嚣张啊你！此情此景，我想为你。哇，被你们猜对了。哦。这位兄台长得帅，我们哥俩实力派，看看演戏谁厉害，我真想一脚把你踹。哼，打死你个臭无赖。别老了，什么素质，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，赶紧睡，净给我惹祸。来，下面有请咱们剧中的女一号女神娇娇登场。没摆着吧 ？Oh my god！ 导演，抓紧时间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 我还要赶时间去戛纳走毛毯。哎，好好好，麻烦您请坐啊。看着没，这位就是你们的配戏女一号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下剧情。老板的女人以前是你们的初恋情人，你们俩曾经有一段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恋。你这一次是找他分手的，没想到被老板碰见，开发你们的脑力，看看你们的演技，好不好？这样，娇娇准备好没 ？OK 啊。好，那咱们就这。哎，张小伟，你来干啥来了？哎呀，他们都能来，我张小伟咋就不能来啊？
你要点脸行不行啊？不是，干啥我不要脸了？你都多大岁数了，演啥演呢？这多大岁数，怎的还不能演戏啊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来不来咋的？我来不来的话，我在团里这么多年了，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，我为了这个团，我怎么就不要脸？我现在，我让你演行不行？你嘴像机关枪似的。那这样，现在我就给你点戏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Action。什么台词？老板娘，别喝了。行了，够了。老板娘，别喝了。我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特别完美啊，完美。不是，怎么着？过了，过了。好。耶。宋晓峰，哎，出列。刚才看到了吧？啊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准备好了吗？嗯 ，Action！ 老板娘，别喝了。我昨天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哎！搁这摔跤呢，搁这儿啊！海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小乔。你这群演员都是 loser 吗？不好意思。Oh my god！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他先打我的、啊。他打你那是剧情需要，是爱你。我这不也爱他吗？爱得翻来覆去的吗？你到底能不能演？能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能动手，好不好？好。Action！ 老板娘，别喝了。不喝了。我想为了你的身体走出酒局吧，没啥事陪着朋友逛逛街，喝喝茶，看看书，这一天下来你会觉得还是喝酒有意思啊。我陪你喝。哎，服务员快来腰子。你能演不？能不能演？跑这赴宴来了还烤俩腰子，我陪你喝点呗。那你要喝俩腰子能够吗？我一个大嘴巴子你饭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戏吗？这是苦情戏，明不明白？苦情戏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我拿手绝活啊！你能哭下来吗？可以说是泪如雨下。好 ，Action！ 啊！嗯。嗯。嗯。这么哭行吗？快演吧！啊嗯，娇娇，我们分手吧。嗯，阿峰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离不开你。你到底能不能演？你笑啥呀？我笑他啥都没演，挨俩大嘴巴子。你能演不？能，能不能演？能。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啊，好 ，Action！ 哎，娇娇，我们分手吧。小峰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离不开你。哎呀，不好，老板回来了，老板发现你我在一起，他会杀了你。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躲起来？不行，真不安全。这儿不行，不安全。这儿更不安全，这儿，来，快，蹲下，快！这，娇娇，记住啊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你一动别动。娇娇呢？这儿呢。你还能演不了？费这么大劲就告诉他在这儿呢。回去。那个两位老师啊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。那个龙仔。下面呢，麻烦你给大家来一段。好，看了，这业余啊就是业余，学一学怎么表演。哎，娇娇，别喝了行吗？你这样我的心好痛。
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小你冷静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是没有结果的。照顾好自己，我走了。再抱我一次。老板回来了。哼，娇娇，别碰我！我碰你怎么的？啊？爸，那个别打女人。怎么的吧？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，娇娇，你先走，不然我们两个都活不了。不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，要死，我要和你一起死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别别停！好，太棒了，就到这儿。这叫演技，演得不错啊！流氓，禽兽，你臭不要脸！有病！到我了吧？到了。准备好了 ，Action！ 娇娇，别喝了。娇娇，你别喝了，咱俩亲嘴儿吧。你有病啊你啊！干啥呢那是啊？我着急。你着急，咱们按照剧情走好不好？文松啊，咱们最后一次机会全在你这儿了，能不能好好演？耶 ，Action！娇娇，我问你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你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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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为什么？文松，你冷静一点，文松。我们两个之间是没有结果的，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相遇，你明白吗？娇娇，你知道。没有你，我过得不幸福。你带我走吧。我走这样我会害了你的。我们分手吧。不，娇娇，你再抱我一次。只有在你的怀里，我才有安全感。真想这样被你默默地抱一辈子。哎，老板，你可来了，他吃我豆腐。挺好。你装什么装？你们俩早就认识我，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？娇娇，别碰我。碰你怎么的？妈呀，打得好，让你刚才吃我豆腐。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！我瞅你咋这么别扭呢？不是，老板，你怎么还打我呢？你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呢？啊！你往哪跑？你别闹！小样，你还你给我站住！你还好你？哎呀！哎呀！抠你眼睛是不？是吧？人呢？啊？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你干啥呢？你这个演员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打观众呢？装啥呀？你是观众啊！啊，你给我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不是，上来！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
你别老跟我俩动手动脚的，今天我跟家里人都一起来的，急眼了揍你。他家里人？哪个是你家里人啊？啊，这不俺家我爹吗？这女的呢？那个可能是我妈吧。你搁这装什么呢？你给我哎，小样，今天我整不死你。文生，敢动你快跑。那你顶住。你快来，小样，我看你能跑哪儿去。只要你不离开这个地球，我也要把你抓回来，千刀万剐。咋的？怎么了？妈呀，咋的了？咋抽烟了呢？咋抽烟了呢？怎么了？啊？咋的了？这个小品呢，也是只有我家人能够完成，看似很简单，其实呢里边呢要有很多的包袱才能把这个作品撑起来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种无厘头的搞笑，就是想让大家开心，让大家笑起来。松松，此情此景，我们哥俩要为大家。哎呀呀呀呀！文松这会儿心里怎么想的呀？只要你们开心，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。好，说得好。嗯，争取今天取个好成绩。从第一季的横空出世，到现在第三季的风风雨雨，三季喜剧人，我们的成绩呢是最不稳定的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改变自己。我们不是正统的学院派，我们呢就是草根东北黑土地上的二人转演员。我觉得喜剧在于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，所以呢我们坚持做我们自己。今天我们会除去任何和喜剧无关的东西，没有大场面，也没有煽情，用最简单的方式给第三季喜剧人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其实啊，我是受人之托，我豆哥说你呢，一点反应没有。我豆哥啊，他这次来中国其实呢是想来拍一部音乐大电影，找到了我，让我当导演。其实我们俩是磕头哥们。我们的演员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跃跃欲试了，拿出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登场。好，走吧！呀呼！
行了，啊，没事。啊，干什么？没事啊。我说你们几个啊，能不能注意点形象？这么喜庆的事儿，你说你俩穿的啊，还得小峰穿的亮堂啊啊！这啥呀？诗风，古有诗圣，今有诗风。我看你有点像风师。告诉你们，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。首先呢，我把这场戏的情境给你们讲一下。男一号是一位痴迷音乐的人，但是他得不到老婆的理解，老婆离家出走了，然后你们找到老婆之后，用你们的才艺征服了你的爱人。宋晓峰，从你开始。这啥呀？寻人启事。漂亮，自己还预备道具了。对，寻找你老婆啊，开始。你好，我媳妇丢了。我媳妇丢了啊。哎，我媳妇丢了。我媳妇丢了。我媳妇丢了。给我媳妇丢了。你媳妇丢了你这么开心呢？啊，废话，你媳妇丢了你不开心呢？我开心什么？我开心啊！再说了，你是想真心找你媳妇吗？啊，找你媳妇寻人启事打马赛克啊？啊，我那是二维码打错了。没事，告诉你，这么演恐怕是不行了。我直接把女一号叫上来，你们俩共同完成这段戏。女一号上。哎呦我去！不是，这就是我媳妇儿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妈呀！我有这媳妇儿，我还搞啥音乐呀？哎呀，媳妇儿，幸会啊！媳妇儿。哎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？不是，我媳妇儿咋还不让上手呢？你废话，谁能随便就让你上手啊？啊，演戏演戏，用音乐去征服她，苦情呗，苦情。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。于是乎，我给你写了一首笛子独奏，接下来我就吹给你听。曲目的名字叫《一个人》。真好，我的笛子，我心爱的笛子，哎，还有一把，吹吹吹，让你吹。宋晓峰，我问你，你能不能放弃你的音乐？不能，我不能放弃我的音乐，更不能放弃我的梦想。你是不是有意在气我？答对了。笛子，还是笛子。哎，哎，我才不上当呢，是不是笛子？错，钢管。停！你演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乱七八糟的啊！不是，团长，你在刚才我没有发挥好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准备一首歌曲，我要震翻全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好。门前大桥下，有我一去呀、啊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咕嘎咕嘎，哎呀，好多呀！
哎呀！我有风湿病。团长，其实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没有准备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王龙，团长，你作为新人，我很看好你。开始，拉稀，用烟壶代替，必须的。漂亮，开始。老婆，跟我回家吧。不，除非你放弃你的音乐。老婆，我不想放弃音乐。现在全世界的音乐在我的耳朵里都是音符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？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神经病，我真的受不了你了。西。老婆，其实我的音乐还是很有天赋的。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你再给我唱一首吧。不唱了。为什么呀？掉毛。要的就是这个，等待好消息。好嘞。杨树林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两个你的快递。好，快递呀、啊、看着没，还得当导演，肯定是水果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呦，哎，想死你们了！ I think that's up one more time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，宋小宝？你怎么哪都有你？你不身体不好吗？你上这干啥来呀？你不退出了吗？你又跑这凑什么热闹？我奔着电影回来的，憨哥。你已经够用了，你给这帮兄弟们留口饭吃好不好啊？对。宋小宝，你太不要脸了啊！这么个男一号，你还跟我们抢啊？你腰不有病吗？你腰不有病吗？啊！你肝不疼吗？肝不疼吗？胃还有胃，胆，你那胆，你胆都多大了？得有四斤半吧？还有你那个脾，你信不信我给他劈开？兄弟，就给了一次机会。我告诉你，兄弟，你要不来哈，宋男一号，我太有希望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文松，这个男一号非你莫属，让他演的还能咋的？是我回来的吧，比较仓促。他能演啥？我也没太准备那么详细啊、我也没太准备那么详细。我呢是带设备回来的，我呀这趟非洲呢，不是非洲，是北美洲。这趟北美洲呢，可以说是一点没白去。啊，羞羞的。这个帽子我戴上了。哎，这还有个小袍子，先穿袍子后戴帽子、啊、对然后呢，吓我一跳，你这是要演啥呀？我给你唱首歌。唱首呢，哎呀呀，玩、啊、
非洲部落歌曲。哎呀，别着急，我打扮一下子啊。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让我把这歌唱完呢。你唱什么唱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就是我唱的。你告诉我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这是啥意思？疼的意思。为啥呢？那回我不就穿这身衣服，人群人把腰摔坏了吗？所以说我一看这身衣服，我就想唱这首歌。哎呀呀呀呀呀，疼啊！行了，行了，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这你别，我带回来每个道具哈，我都有活、啊，你知道吧？你还有啥活？明白没？你还有啥？嘴啊，张嘴。在干啥呀？钓王八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不是，别演完，我演完了，我不演了，行吗？我不演了。你不演了啊？不演了，我不演了，不演了，不演了，保证一句话别说啊！好，完了，我听信，我划船回去，划船回去。文松，不用怕他。看出来了吧？啊，就这套路，我很相信你兄弟。这次机会你要把握好，妥妥的。开始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老婆，老婆，我哥找到你了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我们回家，放开我！啊！我问你，你愿意为我放弃梦想吗？老婆，我不能放弃梦想。音乐是我的生命，舞蹈，啊！是我的灵魂，你为什么不能走进啊我的世界？你看看你，你跟着梦想去过吧。你现在这是什么样啊？你啊，你跳的那是舞蹈吗？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个男人了。我们分手吧，好吗？就这样吧。老婆，别走。为什么我得不到你的支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音乐的梦想是我一生的奢望。你不跟我过，你远走高飞，爱咋爱咋地。我不跟你过，音乐是我的生命。We will, we will rock you, rock you. We will, we will rock you, rock you. 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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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啊！啊！你把女朋友都演跑了，你还抓球？我不没演完呢，你干嘛打断我呀？什么没演完呢？我后边不还有吗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我问你啊，杨树林，怎么的？你是不是偏心？我偏谁了？宋小宝一回来不对啊？怎么的？我演一半你给我打断了。宋小宝演钓王八你都配合他，我可看见了。我有防备吗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必须演完，听见没？你别给我动手，好不好？我动手怎么的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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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小丫头，你还跟我俩动手？动手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哎，打他！你现在你，哎。此时此刻，是我内心的独白。如果这些人能够帮我一起完成梦想，那该有多好。The girl was bad. The girl was dangerous.是我跳舞，你怎么还出去了呢？行行行行行，那小子，那小子跟胳膊肘我怼的，关键你们不中间有个打一个阿杜根吗？别的我跟你说，我没有哈维欧根就不错了。行，稳住，大家稳住，这个男一号到底是谁？你让我豆豆哥定，好吧？啊，汉哥定啊，汉哥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昨天，哎呀！Back in the box. 没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。这算啥意思呢？那男一号是谁呀？内定了。啊，你快说出来吧。我，你这干啥呀？哥，你们都输吧，太熟了。你好，刚才还去配合你们演出来着啊。谢。哪位能模仿一下他的经典表情啊？小宝，来。最有经典就是一个刮胡子那个，就是。作为第三季的领队，我倒想问问文松，此时心情如何？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，我真的感恩。如果没有欢乐喜剧人，就没有我。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了。我真尽力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真尽力了。真尽力了。现在离着冠军的奖杯还差一步之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有请文松和常元站到表决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大家共同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。经历了三个月的等待，谁将是你们心中的喜剧之王？如果支持文松的，请摁一；如果支持常远的，请摁二。开始投票。
我们来拭目以待，看一看哪一位是我们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三季《决战喜剧之巅》的喜剧之王。第三季《欢乐喜剧人》获得总冠军的喜剧人究竟是谁？让我们屏气凝神，请看大屏幕。请东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咏先生送上鲜花。